棒，头花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棒，你接上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狙击棒，头花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随机应变，现在我们不能自乱阵脚，就像平常一样好好打。猪猪侠说的对，我们已经做好了赛前准备，只要冷静下来，我们就能打赢比赛。嗯，一起加油，小虎队加油！比赛开始，请双方选手准备。猪猪侠，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。小羊，用你的实力来说话。园林之力，防腐，园林之力变身。比赛开始，随机分配进攻方。丽丽，我肚子好饿，想吃点东西再去睡觉。吃什么东西睡什么觉，现在是要比赛，你给我好好打球，你这瞌睡虫。不要叫我瞌睡虫。菲菲，按照计划进行。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。嗯，哎呀，喂，杨坤坤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啊，嗨，哈哈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他们的弱点就是杨坤坤，只要我们控制好力度，在不叫醒他的情况下慢慢消耗体力值，就能把对手淘汰。哈哈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最后一球让我来。是谁攻击我的？他，糟糕，差一点点！哎呀，竟然打扰我睡觉！斗牛冲撞！可是专门克制你的斗牛园林记，它会一直追着红色的东西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小虎队猪猪侠选手离开内场，软绵绵队得一分。我的屁股好疼啊！现在杨坤坤醒了，我们的计划被打乱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迷糊教练，我们需要你。没想到等候区的服务那么周到。不对，我原本在干嘛来着？算了，管他呢。加油啊！小呆呆，你要小心对方的攻击。明白。杨坤坤，出绝招吧！好。
小呆呆，哦，我会小心的。咪，一只绵羊，两只绵羊，三只绵羊，一只绵羊，两只绵羊，一只小羊，两只小羊，三只小羊。这是催眠术，小呆呆，快醒醒！羊困困，表演时间到。小呆呆真是我们的好队友。这下糟了，猪猪侠。我有一只小猫，狸我从来也不急。上半场结束，软绵绵队1-0领先小虎队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我是一只小毛驴，小毛驴。你们两个快醒醒啊！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感觉有点累呀？哎，刚刚你们两个都被软绵绵队催眠了。啊，我们都被催眠了。是的。哦，那为什么你没有被催眠呢？大概他们只能催眠比较天真单纯的人吧。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纯真的人。还有意志不坚定的人啊。这样下就不行。假如现在有人能跑去教练那里问一下意见就好了。早知道就不说话了，累死我了。哇，这里有那么多好吃的，太好了。做得很好，杨丽丽，你完全掌控了对方的行动。没想到菲菲竟然不受催眠影响，意志力相当坚定啊。无所谓，能催眠猪猪侠和小呆呆就剩菲菲一个，起不了什么作用的。怎么你的青草汁比我的大包？我们换一下。你干嘛？还给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怎么你的是高效版？给我看看。喂，我也要，别抢我的东西。喂，你们都几岁了还打架？杨教练你偏心，偏心教练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敢说我？我可是教练。怎么对面老是在打架呢？看来杨的脾气不是很好哦。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，现在补三也消失了。为什么不用手机和教练联系呢？对呀。哎呀，快点接电话呀，快点啊。哎呦。喂，教练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糟糕，忘记正事了。喂，猪猪侠，一会儿你们。喂。没电了。不是吧。不三，你赶紧跑回去把下半场的战术传达给他们。啊，怎么又是我？累死我了。教练说了些什么？你告诉他们要根据对方的打球风格随时调整自己的战术。根据对方的风格打出自己的风度。小心对方的催眠，控制好场上的形势，掌握主动。要控制好大家的情绪，不要激动。最后捉到对方的弱点，定点打击，逐一击破。这场比赛很简单。还有，教练说这场比赛会很简单啊，打出风度，控制情绪，很简单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请选手准备。打出风度。怎么打呀？控制情绪，我们一直都很冷静啊。很简单，我们都输了一半了，这还很简单呢。哎呀，
看来他们自乱阵脚了。杨困困，嗯，好。一只绵羊，两只绵羊。啊！你们俩千万不要被催眠了。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不会被催眠的。我是一只茶壶，反摇哎呀，这是把手，这是嘴呀。啊啊！教练给的意见肯定有他的道理，打出风度，控制情绪，打出风度，控制情绪。他们好像很容易被激怒，难道教练说的是控制对方的情绪？有办法啦！够了，把他们打下去。好，看我的！杨快快，你终于拿到球了。上半场我差点忘记了你还在场上呢。你说什么？动动脑子吧，这是他的圈套，别上当。哎呦，杨快快，他上半场故意把你放到外场，现在还说你没脑子。杨丽丽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杨困困淘汰，小虎队得一分。你们在搞什么？杨教练言行不文明，驱逐离场。教练说的没错，这场比赛果然很简单。飞火流星！结束，软绵绵队杨丽丽、杨困困、杨快快淘汰，小虎队胜。到谁了？到谁了？耶、yeah, ，我们赢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菲菲打得好，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这次小虎队又以神奇的战术赢得了这场比赛。教练，能不能透露一点点你们获胜的方法？这次比赛获胜全靠我们教练的三大策略：打出风度，控制情绪，很简单。是这样吗，教练？没错。作为球坛顶级教练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掌握之中。嘿，教练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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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。